麥外長克弗茲發聲明回應港大要求移走國商之處，強調言論自由係基本人權。克弗茲話一直關心香港嘅形勢發展，但麥亦都已經向北京提出關注，強調和平咁透過言語、藝術或者任何形式表達意見係所有人嘅基本權利，包括香港人。 丹麥政府冇權左右其他國家嘅大學展示任何藝術品，但必須要對世界各地嘅言論同埋藝術自由保持警惕。